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店家阿伯。今年季中赛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网络延迟，也是因为这个事情，安安记被官方判罚第一轮的小组赛战绩不作数，需要重赛。虽然安安记经过一轮重赛，最终以0-9结束了小组赛，但关于网络延迟的讨论依旧成为此次季中赛绕不开的争议。而关于延迟问题，在小组赛最后一天也再次引发热度，原因就是在 T1 对阵 SGB 的比赛中，在 OB 回看 T1 上单宙斯那波一打二反杀俩的精彩操作中，画面右上角出现了当下的网络延迟为 22ms， 这一下让整个 LPL 观众都炸了锅，明明说好了 35ms， 怎么你们这才 22ms 啊？不公平，不公平，重赛重赛。于是一时间关于 22ms 的讨论就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激烈讨论着，有人觉得是官方依然没有将网络延迟这个事情弄好，才导致如今的延迟不对等，也有人觉得是显示错误，实际的网络延迟依然是35。本来 LPL 观众对 RNG 重赛就挺闹心的，如今再加上这件事添把火，于是关于一场公平不公平的讨论也是迅速升级。随后拳头的海外赛事官推也是被冲了，很多人在下方都在质疑官方。随着争论的不断扩大，有网友发现了一个事情，似乎可以解释目前 22ms 是怎么回事，也就是下面这张截图。这段话出自官网关于 MSI 集中赛网络延迟的一文中，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，釜山电竞馆的网络延迟与选手们画面显示上的延迟不是一回事儿，而造成这样的原因就是网络延迟工具工作造成的，你可以理解为显示的延迟为假延迟，实际的延迟需以官方的网络工具显示为准，而这之间的差距会在 13ms 左右。从宙斯当时的第一时间回放来看，其实他当时显示的网络延迟并不是非常稳定，大约是在 21ms 到 25ms 之间跳动，这或许也能解释确实是有工具在调整当下的网络延迟环境，因为正常我们玩游戏时这样的延迟波动不会如此不稳定，尤其是在韩服这样的环境下，这一点相信看过很多韩服选手直播的时候应该知道。但很多观众都表示之前看过这篇公告，好像没有这个段落呀，结果经过专业工具的查询，发现拳头官方是在15号临时修改了这个公告，加上了这一段。通过工具查询网页历史修改记录，观众发现拳头更改这个公告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多，刚好是出现在延迟争议爆发之后，这就让 LPL 的中国观众彻底愤怒了，拳头官方这是在干什么？把 RNG 和 LPL 观众当傻子耍着玩吗？公信力何在？公平何在？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拳头那边又很快做出反应，在网页上面新增了一个提示，提示显示了公告的修改时间，之前是没有这个提示的。总之拳头这一系列操作是彻底惹怒了观众，作为英雄联盟赛事承办官方做出这样的行为，就会让 LPL 观众觉得是在故意偏袒其他赛区和线下的队伍。还有就是关于延迟差距的这个事情，拳头大可以出面解释一下，不需要用修改之前的公告这样愚蠢的行为来欺骗观众。目前的情况是拳头向观众道歉，但即使解释了延迟差距的原因，观众们也不愿意相信了，因为拳头自从 MSI 之后的所作所为令人失望。说实话，在 MSI 开始之前以及 MSI 打完第一天比赛之后，阿伯都认为拳头是站在 LPL 这边的，但是在重赛以及修改公告的这个事情之后，相信大家也都已经懂了，不仅很多国外观众，尤其是 LCK 观众对于 RNG 以统一延迟参赛非常不满，可能拳头也很不满。这个事情中信任全球的 LPL 观众和 RNG 都遭到了拳头的背刺。阿伯认为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初拳头为什么要决定统一，如果拳头一开始就说明因为 RNG 线上参赛所以需要面临延迟差距上的不利的话，这一切的争议都不会发生。
既然已经决定统一延迟了，为什么还要搞出偷偷修改公告的这种事情？结果所有能爆发的争议全都爆发了。安安记遵照拳头官方的要求，以统一延迟参加 MSI。 安安记有什么错？拳头官方的决定，结果大家都对安安记充满恶意，让安安记承受了大量的舆论压力。然后 MSI 打了一天，安安记战队全程遵守拳头官方的规定，结果遵守规定被要求重赛，重赛结束之后又发现现场延迟比35低很多。这一系列的场外节奏都让安安记战队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，而拳头官方要为此负很大的责任。在等待拳头给出技术说明的这个过程中， LPL 解说记得也成为了观众们热议的焦点，因为在饭堂节目的表现遭到了很多 T1 和 Faker 粉丝的爆破。记得在昨天饭堂节目结束后，微博遭到爆破，有观众质疑他故意冲 T1 带 T1 俱乐部节奏的，之后记得进行了反驳，不知道自己哪里攻击 Faker 和 T1 俱乐部了，如果有则立刻道歉，没有的话为什么要道歉。作为看过饭堂节目的人，这里阿伯需要说明一点，解说记得并没有在饭堂节目中做出任何阴阳怪气针对 T1 和 Faker 选手的行为。饭堂中涉及到 T1 的有三处，第一处宙斯武器大师 1v2 的第一视角回放，记得表示自己一直在看右上角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第二处是选择题，问哪支俱乐部的记录最难打破，其中有一个 T1 的记录是1557，几个解说都选择了 T1。 这个是导播出于娱乐角度出的问题，可能很多 T1 粉丝因为这个事情破防了。第三处是沉默的那道题，几个解说暗示是 MSI 现场观众在 ANG 打出五杀之后就沉默了，也并没有针对 T1 和 Faker。 总结来说，饭堂主要开团的点是针对 MSI 主办方和拳头，并没有针对 Faker 和 T1 的行为。所以为什么国内的很多观众会去喷为 ANG 说话和发声的 LPL 解说？答案很简单，任何电竞圈选手的粉丝群体中都存在一些患有被害妄想症的粉丝，不理智的粉丝，甚至极端粉丝，展现出极高的攻击性，极其容易破防，然后开骂开喷。本次 MSI 季中冠军赛，其实 LPL 的粉丝群体并没有完全的形成一致对外，简单来说 LPL 的内鬼还是不少的，最为明显的就是 Faker 吧，里面的吧主直接将亚运会支持 Faker 和韩国队的帖子置顶，之后被官方直接封号，帖子删除。在这个吧里面有大量的粉丝辱骂 ANG 和 LPL 赛区，已经彻底将 LPL 视为敌人，这样的粉丝是最令人厌恶也是最不能让人接受的群体。屡屡在 MSI 爆发争议的时候，总有人会站出来装什么李中客为 T1 和 Faker 说话， ANG 战队受害的时候却选择沉默，这就是 MSI 期间 LPL 赛区出现的乱象。建议经常看英雄联盟电竞比赛的观众分得清什么是真正的理智粉丝，什么是疯狂的极端粉丝，并不是绑架所有人必须支持 LPL 和 ANG， 底线是作为一个粉丝不要做出带有人身攻击、辱骂性甚至诅咒性的言论，也不要因为喜欢某支队伍或者选手就草木皆兵，到处树敌，展现出强烈的攻击性，到处树敌。 MSI 的这一系列争议，阿伯认为的确与 Faker 及 T1 战队没什么关系，但很多 T1 的粉丝分不清对错去攻击和误伤解说的行为，以及主动攻击和辱骂 ANG 战队之后还双标的要求别人的粉丝不要去攻击自己的主队，这样的行为很令人反感。电竞圈更加提倡粉丝与观众们的理性支持而非盲目支持，支持一支战队没有必要去诋毁其他队伍，也没有必要因为支持一支队伍而出现双标行为，丢失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性判断。最后还是希望本次 MSI 的争议能够早点结束，就像记得说的那样，电子竞技的比赛真正的核心是比赛本身，而不应该被场外的这些东西喧宾夺主。